艘诺丽卡号是我们花莲港首航的一个航次哈。那诺丽卡号也是第一次到花莲港，那我们非常高兴这个游轮慢慢的复苏。那我们整个今天的作业啊，非常的顺畅哈。那也旅客七点下船以后，大概目前已经七八成旅客已经出发往花莲各地，包含太鲁阁、庆修宫，还有港口宫，另外还有包含在那个沙雅淡步道等等哈。那它对我们港口跟地方的这个产业啊，会有莫大的注意。